张天翼同志是现代著名作家，也是儿童文学家，他的作品深受读者的欢迎。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谢铁骊同志为了将他的作品搬上银幕，多次访问了张天翼同志，努力了解原作的精神和时代背景。老包，白忙活一阵儿，老太爷他们还不知道回不回来呢。嗨，按老规矩办吧。阔嘴嫂，可别忘了锁门呐。放心吧。哎，别动别动，瞧，门神爷可让你做新的了。嗨，财神爷可不准呐。老包乡下不是没人吗？还不是为他那宝贝儿子。
就要这块。两斤多一点，就算两斤吧。来吧，来，金丝萝卜哈。哎，金丝萝卜哈。来吧，来，金丝萝卜哈。哎，金丝萝卜哈。来吧，金丝萝卜哈。来哎，我马新闻这里过来。哎，马新闻这里过来。哎呦，黄先生，都放寒假了，哎，你怎么回来了？外地的老师都回来了。哎，阳历2月1日开学。哦。哎，嗯，等等，喂，快。哎呀，行了。堂屋门锁上了啊。嗯。咦，胡大把姨子收起来了。哟，大房人也变小气了。你们不要冤枉人啊，我刚才用了。这不在这吗？哎，老包。嗯。你打进勤工馆就做这么一件棉袍吧。你看你说的，我在这当差30多年，这是第三件了。我就见了一件。老包啊，你知道吧？志诚中学不让学生过年了，你们国维就要上学喽。怎么年也不过，就要去学堂啊？不作兴过年呗，这是心态。哎，杨学堂是跟洋人学的嘛，杨学堂出来的呀就是杨老爷。将来呀要做大官呢。哎呦，我把门插上了，我去开。我去我去。表少爷，你回来了。嗯。哎，高升啊。啊，你没听表少爷说过上海老太爷有信来吗？没有听说，我给你问问表少爷去啊。哎，高科长啊，老包啊，你们大少爷什么时候回来的？大少爷在上海啊，还没回来呢。哎，刚才我看见他进的门。那是他们家的表少爷从嘉兴来，还有二姑太太、表少奶奶。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快过年了。不晓得，也该回来了吧。您进去坐会儿啊。不了，您走啊。您慢走。爷爷，给点吃的吧。去，走开。跟谁说话呢？县里的高科长。高科长人真好，不到30岁就当上科长了。包国维将来还不是一样啊？今年升高中，再念3年进大学，是几岁了？19。19，大学再念4年是23。25岁也能当上科长了。哪里说得上那个？只要包括微争口气像个人似的也就行了。哎，那不是小维吗？是他，没错。
哎，安淑珍，真的，真的，高国维，初三的，你看他那样，讨厌，就是。陆丰挂号，谁来的信呢？学校来的，我怕看不明白，请你再看看。哎，国文丁，算术丁。体育还不错，咦，本学期包国维留级，多念一年也没有什么，耽误不了大事儿啊。制服费？什么？制服就是操衣。本来学费还没凑齐，这20块钱制服费一家，那可就……哎，不是上半年做过了吗？你看，这身操衣上半年才做的，还没下过一水，现在又要做。本来算着得交31块，可这20块钱制服费，哎呦，吓了我一跳。学堂里回来，哎，这干什么？这是学校寄来的。怎么，你留级了？郭春也留级呢，他都留了2级了。你进这个中学可不容易，你不能跟人家比，那都是有钱人家的少爷，你不能贪玩，你得争口气呀。
你要是用功，你要是用功，功可好，你要是功可好，怎么能留级呢？他高兴留就留，我有什么法子？现在只有戴老七的钱还没还，这回加上曹医费20，你总得买点书，你总得买点。曹医是去年做的，现在穿起来还跟新的一样，交费的时候跟先生说说情，总好少交一点嘛。你去交，你去交，我不高兴去说情，人家看起来多寒碜。好好，不要你去，我去交，我去交。20，先生，包括为了曹姨。曹姨，曹姨，这老头给谁交费的啊？我看看。啊，包国伟呀！啊，包国伟呀！哎，快点，先生，包括为了曹姨，制服还是新的，这20块钱。哎呀，我们是替学校代收的，跟我说没用。下一个。包国威上半年做的操衣还没下过一水，可现在又要做，那你们都交了吗？这能不交吗？为什么交的银行呢？银行是脸朝里的生意，不讲情面。我还是到，走开，走，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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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先生，
先生，先生。找谁啊？我找一位先生，我是包薇薇的家长。我是包薇薇的家长。我说那个制服费啊，我现在很。是民航。我知道，我知道。我说，宝贵的制服还是新的，能不能？这个我们不管，不管是老生、新生，制服一律要做。宝贵的制服去年做的，没穿过几次。你看，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今年的制服样子改了，晓得吧？先生，先生，你想想，我怎么会有这许多钱？五十多块呀、啊！我只拿7块钱，7块钱一个月。先生，我只拿7块钱一个月，我省吃俭用给郭维做制服，我没钱，我欠债。你跟我说这有什么用？学校又不是慈善机关，难道你还想让我不识你吗？笑话！哼。怎么也得让他上学，可是过了明天再不缴就要出名。好容易请大少爷关说才进了这个省立中学，出名以后往哪里上？不，不能，无论如何也得让他上学。先生，先生，还有一句话请您听一听，一句话。制服费慢点交，先交31.5块，行不行？等做制服的时候再。我现在实在是。又来了。制服费是要先交的，这是学校的规矩，规矩懂吧？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各种费用要一次交齐，交到市民银行去，过了明天中午不交就要出名，懂了吧？听懂了没有，先生？我实在是、哎、要命，我的话你听懂了没有？懂了不懂？先生，我没钱、哎、我实在是。你光说这些有什么用？先生，我没钱，我欠债呀、啊！让你一个人说吧。哎，先生，你哎，球拿来。哎，郭纯，我们喜马拉雅山队一定要争口气。郭纯，你要叫队员们，你就是嘴里会说，怎么？我进步多了，郭锤，你说是不是？怎么样？这学期我可以参加比赛了吧？那不要急啊。怎么？你投篮还不准？不准？我怕死怕的好啊！哎，你说什么？怕的好？前天我怕死那球给你还接不住呢，还要参加比赛、哎？这两天我又进步了。哎，你说呢？行了。别吹了，不信你试试。那，嘿，哎，重 pass。 嗯，哎呦，怎么样，不吹了吧？你的 pass 怕得太高。哎，你别修啊。嗯，郭德明，咱们走。
你找谁？我是郭春的同学宋秋来的。好，你交给我吧。我当面交给他。哎，你看 你让我进呀、啊、你不能进。你让周来福，你让他上来吧。我来过。好，你进去吧。我爬上围墙跳下去，好不容易才找到他。吴妈，哎，再拿副碗筷来。啊，你先去洗洗脸。哎，放心，我等你一年，咱们一块上大学。妈的，吴校长真不够交情。人呢？那儿呢？我爸给他写过信了，他还是留我的急。我爸说了，一年以后直接送我上大学。郭纯，你喜欢用什么头油啊？斯丹康。哦，我也是，用的也是斯丹康。哎，什么大学？上海大厦大学。那要考试吧？没事，那儿的校长啊是我爸在伦敦的老同学。收的徒弟，老家扬州来的，混口饭吃。老包啊，咱们是至交，我可真得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呀，还让他上什么学？不如让他学门手艺呀。要不然站成柜台也行啊。包括为五岁死了娘，他要念书，我能忍心不让他念吗？他要的东西我不能给他买，可这学费总得供他呀。老包啊，你先回去，我尽量替你想办法，啊，怎么样？那就难为你了。嗨，没什么。你来看看这套。怎么样？这种夹子呀，其实没什么用。初用的时候弹簧还紧，用到后来夹两条裤子还嫌松。我是从来不用这玩意儿。我这还行，这都没有松。哎，你再看看这套。看看。这套是我上星期才做的。
你猜猜，做这个多少钱？嗯，40多块。你看看这是什么料子？英国的派勒蒙，52块。嗯，是这价。嗯。真对不起你，我实在是，你想想，算得好好的，凭空又叫交20块钱制服费，那我可就……哎，我倒是没有什么关系，就是陈三赖子那笔钱我保不住，说不定他硬要还。我这个做中人的吧。什么时候开学啊？嗯，他什么时候上学？阳历2月初一。初一，初一，那就是后天啊，明天就祭灶了。哎，怎么不过年就开学？那先生就不过年了？前几天我碰到了黄才买，他说外地的先生都回来了。哎，这是新规矩，就是不让那天。你不是在那用功了吗？怎么又用功？屋子里吵得这样，怎么用功？到我屋里去。去用功去吧。老七啊，喝茶。我还是第一次来你这屋啊。怎么样，我这个公馆还不错吧？啊，来来来，坐坐坐。不错不错。这是我的床啊。那张床是高升的。他跟表少爷来的，住一个时候就回嘉兴了。什么好烟呢？美丽牌。
读这样的公馆还不愁美丽牌儿。我还要请包国维给我写个公馆条子。哦。只能借给你20，再找别人凑吧。上海来信了，老太爷什么时候回来？写给我们家少爷的，他不在。哦，老包，你就说吧。我，你们有什么事啊？你来的正好，老包你自己说吧。哎，你。我，哎呀，你这个人，我替你说吧，老包少爷的学费凑不齐，想跟你借点钱。哎呦，不是我不肯帮忙，钱都寄回家过年用了。哎，我倒有个主意，我和我们家表少爷说说，先支几个钱给老包，反正过年要给赏钱的嘛。那怎么行啊？不要紧的。哦，这身边零用的都给你。太亏不去了。明天我们可以交费去了，钱够是够用了。我从胡大、高升那儿借。哎，我要买瓶头发油。什么油？斯丹康。你来吧。这项你怎么没填清楚啊？你看，这不画着问号呢吗？你儿子是留级的，教科书还能用，你看需不需要买新的？那就不用了。我看你手头也不会怎么宽裕，就不必花那个冤枉钱了。这是7.03。啊，走吧，走吧。
老包啊，哥哥家，你家大少爷回来了吗？昨天刚有信来，说不回来过年了。哦。这双鞋多少钱？你买吗？鸡早当要哇，鸡早当要哇，鸡早当要哇。你买什么？什么样的头发油好啊？郭威说是像什么鸡蛋汤那样的。我可没有鸡蛋汤那样的，我只有广生行的生发油啊。我看了郭威的头上擦的呀，就这种。那我先要一点让他试试，我再去买。拿去吧。好。报告喂，报告喂，报告喂。学费、制服费都交了，没用了，还退回了几块。就为这事儿？哎，还有，我给你弄的头发油了，你闻闻，你闻闻。我要的是斯丹康，斯丹康。你以后不要在路上叫我。顾纯，你说吕等男对你怎么样？那老头是谁呀？不相干。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发那么大火？胡大，你说说，他为什么发火？啊？为什么发火？我一听就明白，你不该在那些洋学生面前叫他，他嫌你这个老子啊丢他的人。啊？顾维，他会是这样？不会，不会的。快嘴嫂，火小点儿。嗯。年纪轻轻的，谁还没有点火气？老包。你年轻的时候谁都一样，这能怪他吗？高升，你讲讲看我这话是不是？本来是嘛，青年小伙子谁都有个火气，你瞧表少爷对姑太太那个狠劲儿吧。哎，表少爷还穿得那么好，吃得那么好，比你们包过围啊舒服多了。姑太太还亏待他了吗？哎，他要使那个性子嘛。可不是啊，比起表少爷来，
你们家国维过的是什么日子哦？没穿过一件讲究的，没吃过什么好吃的，还一天到晚的用功读书，真算不错嘞。每次篮球比赛啊，他都到场。我投进一个球，哎，他就使劲鼓掌。哎，他对你真他妈的有点儿这个。拧他大腿算什么？我还敢摸他脸蛋儿。好啊，下回再看你的。特意给你留的虾，老包回来了，太太。老爷，老包啊，不用了，不用了。这点东西是我们下人的一点心意，你就收下吧。怎么样啊，老包啊，后事办完了吗？办完了。小薇，给老爷太太磕头啊！啊，就是这个孩子没人照管，我。我把他带来了，住几天可以，可也不是长久之计呀。我让他学的干点活，那就赏他口饭吃吧。
吃饭倒好说，可是我们秦府不能开这个先例呀。老爷，太太，老包啊，老包，念你是我们秦府的老人，我们一向待你宽厚，活呢不让他干了，饭钱好说，你还是让他念书吧。郭维发奋了，知道刘吉不好，吃着饭也还在用功。你就等着吧，将来你一定会享他的福。现在他吃你的，将来你吃他的，你吃他的是应当的，你是老太爷嘛，他将来给你吃好的穿好的，一点也不用你操心，他伺候你舒舒服服的。高升 啊，我问你，表少爷头上擦的什么油？不知道，我看见他使上一些雪花膏似的东西。雪花膏也能擦头发？不不不，不是雪花膏，像雪花膏。香不香？香啊。哎，你问这个干什么？我问问。啊，表少爷要是发现这个瓶子不见了，查问起来那可糟了。我老包在公馆30多年，还没干过一桩坏事。坑准是那一瓶。你怎么老踩我脚？你的鞋不行，没法跳。王先生，哎，我来教你。哦，这样。你把前面的给我念一遍。哎，我的最爱的，如花似月的，还不够味儿啊？写给谁的？再想一句吧。哎，有了，玫瑰一般的，哎，对，
对，玫瑰一般。嗯，你从头给我念一遍。好，我的最爱的，如花似月的，玫瑰一般的，吕等男妹妹呀。哎，好。这是他送给你的，别打岔。好了，这下面怎么写？在这里站住。你把这约会时间给我写上。时间2月7号，哎，2月，哎，你这混蛋，把人家领带弄脏了，哎，怎么着？你再偷，老子揍你！谁偷你的？办件事行不行啊？什么事儿？说吧。你把这封信呢、想法子交到吕等男的手里啊。行。就不用女的了，我看灶王爷就哎，还有马料。如花似月的，玫瑰一般的，安淑贞姐姐啊。
撒马料。祭灶糖，吃吧，讨个吉利。这是什么？就是你要的那个，头发油啊，叫什么？叫什么康？三康。哎，这是浆糊。安淑珍，安淑珍，谁写的？我写的。报告委。我给绿灯男的信，你没给他？我给了。我不信。不信我跟你去找他当面问。走。真的？等等，那个男的是谁？不知道。今天第一节课就上官，这是新发的，和过去的都是一样。课很好吗？咱们还是那个先去教吗？英语书吗？哎，放假你干嘛去了？还是刘老师教的吗？怎么，你的书会是新的？那些书我都用过两年了，我把它扔了，去去晦气。起立。坐下。同学们，我们都是很熟悉的啊，唯有郭纯和包国伟两位同学是是新到班上来的啊，让我们鼓掌欢迎啊。哎，好好。在我正式讲课以前呢，想跟同学们谈一谈关于新生活运动对于教育改革的一个一件事情吧啊。我们的吴校长是革新派，他主张废旧年，
兴阳历，所以我们在年前开学，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刘先生，包国维，你到信誉处去一下。我问你，在寒假期间你干了什么了？我复习功课，看书。还有呢？打篮球。你做了什么？你有哪些不轨行为？我没有啊。你不老实，你站在那儿去好好想想。是那封信的事儿啊。是我写的那封信出了事儿。就是他告了我也不怕，幸亏那封信没有落到他手里。包国伟，想起来了吗？我，你不老老实实说出来，我马上把他找来跟你对质。我那封信，其实我什么信不信的，你别胡扯。老周，哎，你到初一班去，把金志兰找来。好。金志兰是谁呀？不会是为吕德南的事儿，刚才我碰见他，他还对我笑呢。那怎么能证明？哎，他知道我是郭纯的好朋友啊。哎呀，糟了，我知道了，是为了那天我们三个拦路的事儿。拦路的事儿？嗯。他怎么也是我们学校的呀？没见到过。他不一定认出我们来吧？包国伟，你认识他吗？我就是他，他和两流氓拦路，他还拧我。那两个是谁？你说。我训主任说的，就是说说刚说的呀。训主任说什么？训主任可厉害了，总是追问我拦路的那两个是谁。你怎么说？我怎么也不说，不能出卖朋友吧？殿下，好样的，好样的。王国维，你该让郭神请客。对，郭神请客。好，我就请你们吃这个臭豆腐干。这有什么意思？不行不行不行，郭神你也太小气了，就是要请就得像样。哎，你们吃不吃？吃。来来来，
哎，你们先吃这个，回头再请你们吃馆子，好不好？哎，这还差不多。哎，来来。我在松鹤楼吃过了，松鹤楼，郭纯请的客。爸，爸，是叫我吗？嗯，是叫我。您过来，我没醉呀。爸，我有事要跟您商量。坐，您坐呀。爸，我被批准参加喜马拉雅山队了，成了正式队员。郭纯队长说我怕死怕得好，还会狼性，你懂吗？我懂，我懂。爸，您给我买件球衣吧，马上就要赛球了。那要多少钱？不知道。你要喝水啊？我口渴。我去弄。哎，爸。嗯。您给我搞支香烟来。行。老包，有什么喜事啊？来客了。人家请郭维的客，在松鹤楼吃的酒席，我让他解解酒。胡大，嗯，给我一支烟。哎，呵，你们这位少爷好的都学会了。这也不能算是学坏呀，将来官场上应酬，不会这些还不行嘞。这能有什么味道？香着嘞，不信你尝尝。不，我从来没沾过。哎，将来当个老太爷不会也不行啊，来我尝尝吧。喝着，喝一口。开门，开门。干嘛那么凶啊？讨债的。咱们今天多跑几枪，买件便宜的好一点的。杨老师，中文字的老师，杨老师，梁文的老师，走，我们到横昌看看去，那儿打八折。多少钱？两块半。再便宜一点，两块钱行不行？不行啊，这已经是八折了。嗨，再便宜一点。你哪儿去了你？我找了你好几天了，你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你回来，站住！你怎么打人呢？你谁打你了？我给你讲理。你躲了我好几天，我你老想躲着我，没门！
我今天要是不把这笔债还清楚，明儿咱们衙门见。你回来。那您那容我想个法子去吗？明儿就是大年三十了，你还想再混过去啊你？咱们到警察局去。光说不练，听见了没有？打起来才热闹呢。老包，请你不要见怪，我年关太紧呐。那个钱，请你帮帮忙。陈三，这回我亏空的一塌糊涂。这回包括围在学堂里。嗨，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我实在是缺钱花嘛。那20块钱，请你连本带利一起还清。哎，陈三，嗨，本来预备还你的。就是包括围在学堂里要做的。哎哎，哎，那边准备好了没有？哎，你到底怎么着啊？咱们呢早点把这事给了了，我还有很多地方要走呢。我实在是没办法。哎，帮帮忙，大家客客气气的，这大年三十的要闹到警察局去，我也没有什么意思。你说知不知道的？咱们大家留个面子。老戴，你是中人呐，这事儿我就拜托你了。老包，这怎么办？我你总是我，我告诉你，你想拖呀，那是拖不过去的。他就是包国伟家长。哦，校长叫你去说话啊，走啊。哎，你别走啊，我去一下就来。学校有要紧事找他。好，我跟你去。哎，你也得去啊。别进去啊，你跟我来。喂，你就是包国维的家长吗？啊，请到里边来吧。我是包国维，今天在学校里闯下大祸了。霍春，哎，快，郭德纲，哎，快来解救，走，快，抬个脚，哎，好，快往回去，走，来一个，快，上，好了，哎，郭德纲，快点，往上，走，哎呦，哎呦，你看他真蠢，真滑稽。霍川，哎，太高了！你怎么搞的？怕是太高了啊，还高啊！哎，你。
你干嘛撞人？你干嘛挡我的路？放了空地你不走，你眼瞎了？你废话，你眼睛才瞎了呢。好啊，不要吵你小子，不要吵，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嗯，不要耍流氓，耍流氓，侮辱我们队长，就是侮辱我们全体队员。你想怎打，算我的。哎，快下，你小子，别动，你们别打了。啊，你小子。那，那位就是江浦的家长，人家要向法院起诉了，可是校长劝他和平解决，于是乎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个是要开除行凶的人，其次呢，江浦的医药费要包国维和庞希尔负担，末了一个，江浦堂有不测，人家还是要法律解决的。刚才庞希尔已经交来了50块钱，预备给江浦做医药费。现在听你也先交50块钱吧。那就可以不开除了吗？不，要开除。包括会开除了，包括会开除了，包括会开除了，你还要钱？包括会开除了，他还要钱？包括会开除了，他还要钱？我到哪儿去弄钱去？我到哪儿去弄钱去？喂，你预备怎么办呢？嗯，光流眼泪有什么用？医药费总是要出的。我没有钱，我没有，我欠债呀。没有钱，你可以去找保证人嘛。我去找。哎，有什么好看的？走开，走开，走开！哎，让开点，让开点，让开点！让密先生跟着你去。先生，先生，为什么开除包国维？为什么开除包国维？叫他到哪里去呀？他五岁死了娘，是我把他养大的，我省吃俭用供他上学。先生，我连一个小钱都舍不得花，你看看我这件棉袍穿了15年了，我可以不吃不穿呢，只要能让他念书。先生，我给你跪下了，先生，我给你跪下了。那是办不到的。先生，求求你，求求你，行行好，做做好事吧。好吧，包国维，你可以领走。老七啊，做做好事，做个保吧。想想，陈三这笔钱我做了保，还下不来台呢。哎，我是老包啊，你到底打算怎么着啊？我不能老跟你这么走啊。我哎，高科长，高科长、啊、你帮我说说情吧，让他们不要开除包国维。怎么回事啊？打伤了人了，生命还有危险呢。他们还要我找铺保。我看还是找你家秦大少爷吧。他在上海还没回来。那就等他回来嘛。
南方胖两条。快下快下啊，下不动了。哎，准备看我的了，我满了，来不够了，走走。哎，六六六六，好thank you.